意拿下高雄市长补选，陈其迈团队预计24号就要交接就任。小内阁中的三位副市长在晚间曝光，预定成为三位副市长之一的林清荣，不但当过台北市副市长，也曾经是陈其迈担任高雄代理市长时的公务局长。曾任职经济部技术处副处长的罗达生也是三名副市长之一。陈其迈团队将借助他的相关专长进行高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高雄市副市长史哲将继续担任同一职位，他也曾担任过文化局长，推动高雄博尔特区。而目前的代理市长杨明洲则是确认接任秘书长。陈其迈阵营还特别强调，杨明洲可说是最熟悉市府各局处业务的最高阶文官，担任秘书长一职相当合适。现任电视台高雄文字记者具有布农和卢凯族血统的阿布斯将会出任高雄原民会主委。纵观高雄市府新任小内阁，目前90%已经定案，还有1/3是女性，未来将和陈其迈一起面对剩下2年任期的考验。三立新闻综合报道。